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14集。我赫然发现我的节目里头从来没有给大家做过这一款07年的时候推出的 Voyager Class Optimus Prime。那一如往常呢，介绍这种老模具呢，我先讲一下我跟它的故事。其实呢，眼前的话呢有3个玩具，但是我第一个入手的呢是这个，它是在09年的时候所推出的，也可以算是07年的异色版吧。我当时09年在大陆工作的时候，我在淘宝上买的，这里写了一个大将，还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上海将军。那么这个是让我特别想要把它购入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，变形金刚身上有写中文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那买了之后的话呢，我就自己。之后就给它补色，但是后来把玩具弄坏了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有打了一根这个特殊的一个补救的一个装置，这个地方已经断裂了，啊，还有一些地方里头也是损坏掉，所以这一款目前已经变成是一个战尸的状态。这是我第一个入手的这个模具，然后呢，我忘记，应该之后我应该这两款的话呢。这里是一个盒装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6角盒的一个这个限定版，啊，这是一位大陆的变形金刚同好呢来台湾旅游的时候呢，啊，赠送给我的。那这款的话呢，我到现在呢完全没有打开，里头的绑线啊什么都还是存在的。那各位应该也可以发现，啊，这一款的话呢，这里是没有火焰涂装的，但是它是有的，啊，所以说的我手上的话呢，至少这3个呢分别是代表不同涂装的3个颜色，至少我手上就已经有3种。那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配色版本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就会拿这个给大家做这一期的一个分享。但是呢，它也不是原本的配色了。我这个应该是收一个二手的，或者是应该是收的二手。它也是有做一些涂装的。那具体除了枪涂成银色的之外，它的这个地方也是加上了银色。火焰的部分呢，它应该是自己再加上了一些黄色的勾边。那言而总之，总而言之，只想跟各位说，它已经不是原本的配色，以及它的枪里头呢是有子弹的，子弹的话它也已经碾死了。然后我们刚刚的话呢，在上海将军的版本，好，也给各位看一下，它的武器你也是可以扣在后面。那么呢，这一款它的武器配置有点意思，它呢看上去呢好像是握在手指，其实并不是的，它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它主要是结合是靠这里的。那这个地方是一个触动子弹弹射的一个机关，但是它已经碾死了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么这款玩具它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眼部的一个透光啊，但是这里光线不足以满足各位看它的一个条件，提过就可以了。头雕的话呢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稍显有点呆蠢啊，但是他的一个眼神来说做的还是很好的，甚至这个口罩这个刻线啊能够看得出来啊，是非常精细的。胸口的话呢并不是透明部件，但是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Voyager Class 而已。然后它的这个脚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，它是有一个齿轮的，也是有一个刻度的啊，就是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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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动的。那么手部的话呢啊就没有了，比较可惜。要是还有的话呢就非常棒了。背包非常的巨大，这也是这款玩具当时稍微被抱怨，其实它当时的评价也不错了啊，只是说啊09年的时候呢，应该是说10年吧，这个 Hansford Decepticon 呢推出了啊以电影第2集 L 级，然后稍微缩小版本的。OP 那个模具之后的话呢，这个模具的话呢，就逐渐的呢，啊，就乏人问津了。那其实我对它的不满呢，可能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做的太高了啊，或者是说啊、当时跟它同样是对头的 Megatron 做的身高不够高啊，Megatron 应该至少要这么高吧啊，才能够搭得起来，就比较可惜。这2个玩具的比例来讲，啊、相差的非常的多，在变形的难度上呢，也是有天壤之别的。那么这款玩具的可动的话呢，头部不是球杆啊，只能左右动，手臂的平举是靠这里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，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90度，拳头的话呢啊里头是一个腕部的话是一个球杆，所以它是可以转动的啊，腰身卡死比较可惜，它整个是一条啊，等一下变形的时候你就知道。一根骨髓呢连接全部啊，然后膝盖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扣紧的情况下去推这里，然后它正常是这样子动的啊。脚踝的话呢是没有接地的，能前后稍微动一下。那脚掌非常的巨大啊，玩具本身的站立性是非常好的，蚁窝守望这一款呢，可能也是有点年代物吧啊。这个两侧的话呢，这两片灰色部件，你看到中间有个缝比较大，导致于这个部件有时候会喷出去啊，跟各位提一下就行了。那这款玩具零件数呢还是比较多的。 时至今日的一个对比一下，哎，我忘了，应该拿个 Voyager Class 出来做对比啊，啊，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分量是非常足的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啊，为了方便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手的这片部件推出来，推到后方去啊，在这个时候先把它给推到后面，方便我们后面的操作。那我的习惯吧，第一个呢，啊，先把这个背包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在这个地方联动的，你把它整个的推上去之后。 再推下来扣住，啊，可以看到啊，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头这样推过来，就收到了车子的这个底部去了。然后呢，身体就是沿着这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了。放下来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开始调整手臂了。手臂的做法呢是这个地方推出去，啊，你可以把它给手臂推出去啊，这里放下来，给转到这个车子的下方。 那这里转到下方之后啊，我们刚刚提过了，这个地方，这个部件我们已经转下来了。你这里看到一个凸，圆形的凸，它就是要扣这个地方有一个弧度的形状在这边，我们就把它给塞进去啊。那你也可以先不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它的手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凸，对应边就是在这里了，对应边这边就会有一个，也是合并用的一个凹在那里。 那一样，它这里一样会有一个红色的凸，到时候一样把它扣进去。那我们也可以先把两手臂呢组合起来，然后呢再一起的把它给扣下去。扣不进去好像也影响不大，你只要不要让这个手啊去影响推车就行了。各位知道一下就行。好，推下去到这边，然后这块部件啊是往后推，这个形状是刚好的 match 上去。再来脚的变形就很有趣了，它有。 一个算是连续变身的一个设计，啊，先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解开之后，把它往上面盖下来，啊，这里末端是有个凸啊，扣进这里有个洞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建议是先把它给压紧，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，推着这块部件把它往前面推过来，你会发现呢，它这里有许多的零件会自动去跟着去一个联动，然后往前面，最终是把它咬合咬到上方去，然后这个挡泥板就顺势往后面拉出来。 然后推斜一个角度，把它给卡进去，卡下去，好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这个地方锁扣解开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，跟这里有一个凹，把它给扣上。这里的话呢，就顺势的把它往前面提过去啊。这些部件呢会自动的去翻出来，这个感觉非常的爽啊，舒服啊。这个07年的玩具的话呢。 啊，一个所谓的一个连续变身动作吧，就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呢，啊是非常有名的啊。然后把这个部件往后推，那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推过来到这里，这个地方转下来到这边。那这里有一个机关嘛，先给各位做个展示好了。这个门打开的时候里头是没有人的，但是你把这个按下去的话呢，就有一个司机跑出来啊。这也是这款玩具呢在车形态下的一个很大的噱头。但是我手上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呢，这个司机经常往外跑啊。哎，你看动不动他就往外跑，我也是动不动就只好再把它抓回来啊。非常喜欢往外跑的司机啊。这个最后就是把他的这个武器啊这里转过来，推成这个形象。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。 哎，怎么转？转这样，包过来。那记得就是把这个有一个弧形啊，弧形这个地方是朝外侧。那朝外侧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是把油桶呢放在偏后面的地方，把它扣到这里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。好的，我们这一款07年这个 Voyager Class 的一个。 Optimus Prime 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我们来解释一下，推车是妥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上面可能有一些小裂缝啊，无所谓，各位可以去再自己去做更好的一个调整。但基本上也差不了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啊。然后司机又跑出去了啊，我们再把它请回来吧啊。这个后面比较可惜就是这个空洞略大一点，这个地方可以捏好一点。 啊，这个玩具有点久了，而且这个玩具有被涂装过吧？可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小的变质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火焰啊，已经被上一个拥有者去修改过了。那博派的标志啊什么的细节，那这款玩具的一个还原度是显然不能跟后面09年之后推出的 Voyager Class 那几个 OPG 相比，但是在变形的乐趣度上，还有一些那个变形那个噱头啊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大概是将近2个。 低级的玩具的大小，以现在的玩具来说，那以武器来说的话呢，其实它还可以有一个翻转，就是你把它翻着，翻到前方去，司机又跑出去了，这样子，它就会变成往前面发射的一个形象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推出来，把它转上去，转出去啊，这里推过来到这边，好，那么呢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武装形态。 但是再提一下啊，它是有子弹是可以发射，但是它已经碾死了。那这一集的话呢，这个司机一直往外跑，你就不能乖乖在里头坐好吗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坏掉了？这个是司机坏掉了啊，反正坏掉了司机，好吧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算是抽一点时间在周末的晚上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已经15年前的。 变形金刚真人电影第1集 Voyager Class 的 Optimus Prime， 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